哎，这么久去哪里？一步啊！哇，好漂亮！下次一定带阿爸们来玩。大家来灵芝玩也更方便了。感谢祖国。其实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参与拉林铁路建设的几万高原筑路人。为这400多公里，这7年他们付出太多了。哥，我们也向他们一样，更加努力地把西藏的魅力展示给大家，为了乡村振兴出一份力，让祖国越来越强大。放心吧，力气大着呢。